Konnichiwa, watashi wa Jovane desu.又是一个熟悉的背景，今年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拍了多少次。 Hello， 大家！这一次呢，要出发的地方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东京。这一次呢，真的非常开心，因为这一次呢，就是被日本旅游局邀请我回去东京旅游。上一次呢，我去东京的时候是1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去东京真的超级好玩，超开心，我真的很怀念日本呢，真的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家。这一次回到东京呢，我也是就是做了很多功课，就会带大家陪我一起去体验不一样的东京。这一次去的地方呢，基本上我都没有去过，我自己其实也蛮期待的。废话不多说，我们东京见，拜拜。 这一次呢，乘搭的是 Japan Airline， 第一次就是搭 Japan Airline， 我也蛮期待的。 我们到了 Narita Airport， 之前呢都是在 Haneda， 这一次第一次就是在 Narita Airport。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Narita Airport， 现在就是走去那个大巴士。 我们要去 Shinjuku Station， 然后刚其实就是机场这里一出来呢，它就有卖那个巴士票。这一次来 Narita Airport 这里呢，搭巴士其实还蛮方便的。日本人是很准时的，所以搭巴士一定不能迟到。一迟到的话，他们就巴士就会开走了。Yeah. Thank you. Hello， 现在呢就搭的是去我们的酒店。请叫我 Jovane さん。Now is here hotel. 现在带大家来一个 quick room tour， 这个是房间，走进来右手边呢，这里就是浴室，超大的，这边还有一个浴缸、梳妆台，镜子也超级大，这里还有就是一台电视机，早上可以在这边就是一边刷牙，然后一边就是听音乐，哇哦，更衣间其实也蛮大的，这里走过来是 mini bar， 哇。 Oh my god， 超级大的！这一次住的这一个房间呢，是有 garden view，今天天气阴阴的。这一次我们在东京住的 hotel 呢，它的名字叫做 Hotel Shinzanso。这一间 hotel 呢，在东京呢，它是非常出名的。这一间 hotel 呢，它有自己的公园，它的公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呢，叫做东京云海，是真的非常漂亮。这一次真的很荣幸，因为我们住的房间呢是可以看到这个东京云海，还有他们晚上呢，现在是有那个 Tokyo Moon。 我也就是非常期待，等不及，就是今天晚上呢带大家陪我一起去看。废话不多说，现在要就是赶紧梳洗一下，就要出门了，拜拜。来到日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买 Pasmo Passport。我现在在的这个车站呢叫做Ikebukuro，然后它也是就是。这个区呢，附近也是有非常多的药妆店啊，然后有很多居酒屋呀。嘿，给大家看呢，我买到了我的 Pasmo Passport， 它就是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它选购这样子，它这张卡的价格是1500块，买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充值，然后基本上呢这一张卡就可以用来搭地铁、搭巴士，便利商店也是可以用，好像有一些餐厅呢，那些餐厅有写着 Pasmo 的话呢。 大家也是可以用这一张卡来付钱。这一张卡呢，它只是 valid for 28天，记得就是要把卡里面的钱就是用完。如果你没有用完的话，它里面的那个余额呢是不能拿出来的。 选 kimono 是这样的，就先选好的衣服，然后选了之后呢，就再选它的 belt。 How long to do hair? 20 minutes? 20 minutes. 20 minutes. Too long. Cute. Very cute. 多功哎，他穿了里面一件。 然后过后又绑腰带这样子，然后又绑一个毛巾，然后再放一个硬硬的东西这样，然后再穿一层。嗯。You like this now? Cute, small.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酒店，然后换上了一身 kimono。 现在呢，就要出发去酒店的那个公园拍照。Let's go。 这一次呢，这一家饭店呢，它最特色的一点呢，就是它差不多每40分钟，它就有这个云海。 然后它就会喷这样子的烟。这个的全景的话呢，其实从我们的房间是可以看起来的，从上面看起来会特别好看。这一家餐厅呢叫做金穗，它是这家酒店里面最贵的餐厅。然后它里面这里就是他们的 private room， 然后这里是榻榻米，全部比较日系一点的。看看还有风景。こんにちは、Jovaneです。Welcome to Tokyo.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做池袋。这里呢，它的那个地铁站呢，它有拎着2间 department store， 一间叫做 Seibu， 一间叫做 Tobu。然后走出来这里呢，附近有蛮多就是药妆店，就很适合在这里逛街。这里真的是甜品天堂哎，真的有卖很多甜品，然后他们的甜品长得很精致，随便一家都很精致。 是我们的前菜，他们说来到这里就是要点它炸鱼骨。Good morning, guys！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今天呢，我们会去 Harry Potter Studio， 所以我今天呢就穿了一身就是学生装。现在要去吃早餐，吃了呢就要开始今天的行程。Let's go！ 来 Harry Potter 一定要喝的 Butterbeer。嗯 ，so good， 美味しい，美味しい， Yes. 美味しい。What's your name? Really good. Thank you. Arigato. It's up there. Oh, thank you. Oh my god. 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家餐厅呢，原来他用的这个，桌上的这个stone 呢，它是 hot lava stone， 是来自Mount Fuji，就是富士山。No wonder 就是它煮出来的食物呢，可以这么的热。刚刚他们跟我们说呢，这个 stone 呢，它上面的那个温度是到260多度。大家看它烤出来的肉，真的不舍得吃哎。This is really good. 很好吃哎。很好吃，好吃。大家早安！现在呢，要出发去吃早餐。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outfit。我们废话不多说，出发吧！ こんにちは。私はJovaneです。あなたは？我觉得就不会讲说，就一直点头。我们讲，嗨嗨嗨嗨嗨嗨，嗨。私はJovaneです。今天呢，要带大家来逛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築地市场，它是在东京的一个海鲜市场。然后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市场里面，今天真的有超级多人的。听说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东京的海鲜美食天堂。听说这里呢，是有全东京最好吃的海鲜。 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带大家陪我一起去吃遍築地市场最好吃的小吃 ，Let's go！ 哇 ，Wagyu beef 很香哎，可以看到那个牛肉的脂肪肥滋滋的，它的纹路超美的。 这里真的有超级多小吃的，但要注意一点呢，就是来到築地市场呢，他们这里就是不鼓励大家是边走边吃。如果要吃东西的话呢，就买了就站在一个角落，或者有一些档口呢，他们其实是有桌子的。超大的。 So good. It's delicious. Why is she not? Oh my god. 很肥美，很鲜甜。总之看到很多人排队，我就要排。很多人排队了，一定是好吃的。这个塔玛锅呢，它是温温的，然后它咬下去也是口感挺好的。 茶口味，超好吃。哇！我们来到了这一家，就是在築地的日本餐，它叫做北海番屋。给大家看，我们点了三个，我们点了无腻鱼软。 鲑鱼带子，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呢，是要来看东京的夜景。之前呢，我去的那个地方呢是Shibuya Sky， 然后这一次呢，带大家来看夜景的地方呢是叫 Tokyo Skytree， 然后它是连着一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呢是 Tokyo Solamachi。这里真的超多人的，好像你们来这里看夜景呢，看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就是去那个 Tokyo Solamachi 那里逛逛。Let's go。 I can see the Tokyo Tower. Yes, Tokyo Tower. We are in Tokyo Solamachi 里面的一家餐厅吃晚餐，然后这一家餐厅呢是卖 soba。 Hello 大家，我现在呢差不多要准备 check out， 然后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在东京的心情。这一次来这个 trip 呢的那个心情跟我上一次来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上一次去的行程呢是比较多，就是吃喝喝、打卡咖啡厅。然后这一次来呢，这几天呢我就去了一些地方，就比如说好像 Kimono， 然后我去了 Harry Potter Studio， 然后我也去了 Small World， 还有去了 Tokyo Skytree， 还有去了 Tsukiji Market。So far 呢这几个体验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穿 Kimono。我觉得穿 Kimono 呢，就它的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复杂，可是穿出来呢又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酒店的 那个公园拍照，拍出来照片也很好看。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的 IG 的话，你们应该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就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 Tsukiji Fish Market， 因为我觉得那一边呢就是 quite interesting 的，因为那一边呢它就有很多小当铺，然后也有卖很多就是小吃，海鲜也非常的新鲜。我真的非常喜欢东京哦，我觉得这一边呢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里的人真的很有礼貌，很乐于助人，大家就是面带笑容那一种，让我心情 就是变得非常的好，所有的食物我都觉得非常好吃。最后呢，真的要非常感谢 Tokyo Metropolitan Tourism 安排这一次的 trip， 让我们这一次呢可以住到这么漂亮的酒店，然后真的非常开心。想跟大家说呢，东京有太多好玩好逛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 extend 我的 trip， 继续带大家就是去体验这个城市的。 能少了你呢，少了你，接下去的东京就没有 vlog 了。Sayonara。